两只不怕。哦，两只而已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会不会就死掉了？虽然说两只不怕啊，可是还是会。哎、欸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哦，两只好恐怖哦，两只都好恐怖，我不能小看他们。又来了。嗯，为什么两只都这么难？喂喂喂，两只干掉你们！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把血都增加的比较多了，应该比较不容易死啊。秒日死，今日秒日死。哦，医疗一下啦，全部人都在补血啊、哦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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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班尼拉要死掉了，求胜之决心。一滴哟，两只都很屌，真的哎，他们是不是有强化过？还是圣柜的比较强？在圣柜里面的怪有强化过，所以比较强，比在外面还强，是不是？又跳上来一只了，又跳上来两只。哦，又两只哎！哦，不要啊，亚美咯，亚美得，不要打我，真的很强呢，非常讨厌。喂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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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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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快赶快赶快！趁现在趁现在啊！趁我快要死掉快要死掉之前！哎呦，再补血了再补血了！牙还是死掉了！复活！哎、欸，复活！复活起来要死了！那我复活你干嘛？哦，复活了。我还以为复活起来又死掉了，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还是死掉了。这里好邪恶哦。亚美德有没有错？亚美德，我就是要讲亚美德怎样？你要拿我怎样？我会突袭，哦，突袭。哎、欸，先打死一只啊！真是烦。喂，一个哟！哦，一只快要死掉了。哦，先干掉一只。哎、哦、哎、欸，医疗之神，调整一下配件是不是？要增加强防御是不是？不要增加攻击了是不是？要增加防御，不要增加攻击了吗？好啊，重视防御。等一下，我回去重视一下防御。喂喂，又要来了，又要来了。喂，喂，哦，突破上限，要结束了，这次应该打得赢。哎、欸，又剩一只哦！求胜之决心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要先用不死医疗之神。哎、欸，医疗之神，哎、欸，我被他打揍昏头了，我晕头转向了，行动不能了，可恶，行动不能，要等待了。喂。哎、欸，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复活吧。
哦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求胜之决心。哎，嘟嘟嘟，剩一只了，一只就不要怕了。啊，赶快去死啦！不要再阻拦我了，我好想看剧情哦。我一推可以冲哦。这里应该哦，又一只，又两只。为什么老是阻止我前进呢、啊？为什么？三只哎、欸，三只哎、欸，三只的家伙，竟然有三只！哦，三只不好。哦，雅安马上就死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太夸张了吧！好啦，赶快啦，我们能用，哎、欸，不能用。我本来想要召唤兽出来的，结果现在竟然不能召唤。医疗之神，哦，赶快站起来，赶快站起来，赶快叫牙起来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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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，赶快起来了啦，牙，赶快起来。哦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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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不要打我了，班尼拉，班尼拉行动又不能了，雷光行动也不能了，完蛋了，要死掉了，要死掉了，我不想输，我不想输，我不想输，疗伤疗伤疗伤，哦，他们好恐怖哦。哦，召唤不是随时都能召唤，对啊。刚才看到 TP， 刚好竟然不够，差一点点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现在应该打得赢了。哦，打死一只了，再切换回来。哎、欸，牙又要死了，为什么这么容易死啊？我应该要，换人了啦！我不要叫班尼拉上场了，我要改成霍普了，我要改成霍普在场上了。霍普可以增加我方防御力，应该比较不会这么容易。改霍普了，我今天要去叫霍普上场。等一下打完这一只就叫霍普上场，然后全面改成重视防御。全面重视防御开始。二斗，哦，让姚屁屁的复活，可是他不是我操控的、啊。他有时候不会自己调。啊，改成正式。喂，编辑，不是，我要换人，切换战斗成员，切换霍普上来。登登霍普上来，然后一开始强袭猛攻，然后再设计一下，设计这个，哎，上升技能，哎，风云之龙虎，这样好吗？好，就先这样，然后再设计一个，回，哎，不是，要跳出去，再设计一个，回，这个补血的，这个勇战之凯歌。然后跑一下那个，跑一下他的金球盘，不是啊，水晶石，金球盘是时代的，跑，喂，跑跑跑跑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哦，加二十，再往前走，哎，走不到了，然后把装备换成重视防御，哎，怎么全部都换了？重视防御，哎。连武器都换了，好啦，就这样啦。重视防御啊、我们要好好的重视防御。这里应该有宝箱吧？哎、欸，不在这。
而且这里的地形都一样。哦，果然在这。对呀，为什么这里的地形都一样？一样的地形走了这么久，还在走。好空虚哦。然后打一样的怪，然后怪不停的来偷袭我。前面又要坐电梯了。哎，不是哎，有剧情了。什么烂剧情啊！竟然要打王的剧情，打这个狂战士。我讨厌这种剧情。一次要打两只哦，一次要打两只哦，哦，一只一只来好不好？打完这个应该就有剧情了吧？喂喂喂，武装招来太快了吧？你太快招来武装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如愿以偿。招过来了，可恶，武装出现了，武装出现了，可恶，这样突破上限被打高高还是会被攻击，这就不能爽爽的打他了。挥挥挥，先切换这个，一个人补血，其他人拼命的打，为了对付他的武装。他的武装专门是在打霍普的吗？那就等于打了啦。霍普你自己慢慢补血啊，你要加油，你要活下去啊，你不要轻易的死亡啊，等我们打完这个再去帮你啊。快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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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半了一半了一半了，哎，不行了，再下去会死啊，霍普再下去会死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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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狂战士又要继续累积了。怎么有声音呢？没声音吗？哪里没声音？有声音呢？重新整理啊！我都给，我都给哦！他拿出疯狂的剑砍击我，好恐怖哦！为什么要搞成这样？那支武装剑真的很强哎！哦，要突破上限了！哦，你按到静音了吗？还好我对这个对这个狂战士啊，已经打了这么多次了，也比较熟悉了。他其实上限还蛮好突破的。喂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霍普，霍普，你要撑下去。我们这一次上线就要干掉他了，你就当我们的牺牲品。要干掉了，要干掉了啊！霍普，霍普，你不送了，我们会记得你的。哦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，要打赢了。耶！霍普竟然没有死哎！叮叮叮，一颗星，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啊！还有一只啊！什么都不想，冲过去，趁他还他发现了，我本来想说他，趁他反应不及的时候赶快打到他，想不到没有办法，武装这么快，马上就要招武装。真的很邪恶哎！如果一开始偷袭成功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招来武装了。武装，哦，成功召唤武装了！太邪恶，太卑鄙了！哦，不行，不准啊！不要再招了！对啊，霍普居然没有死，一直补自己啊！没错，他就在补自己。霍普，你继续补自己，你要加油的补自己啊！这支狂战士就交给我们了，你要努力的补血啊，努力的疗伤，死掉了，疗伤不及啊！这样子会，我们会遭到不明攻击啊！这次不能
不能这么狂打啊，还有一点点。哦，大家都飞高高。落地之后就会被打啊，需要被这只。哎，赶快赶快切换不死秒。疗伤疗伤啊，不死秒疗伤啊，不死秒复活。噔噔，复活，霍普站起来吧。哎呦，他现在，哎呦，血剩不多了，血剩不到一半了，不到一半可以了。其实是因为我们另外两个人都跳起来啦，所以那一把剑就只能挥霍普而已，因为霍普就站在地上补血啊，他就只能挥霍普。我一疗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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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霍普你就自己疗伤吧，那一把剑会很喜欢对付你。他大概对捕尸有特别的怨念吧。喂，还是其他人的防御比较强，打起来不爽。哦，飞起来喽！哦，进风，要赢了，感动哎！我们要打赢了，我们终于要打败两只狂战士了。哦，霍普要撑住啊，那一把剑会朝你挥击。哎哎，大沙包要结束了。结束了，终于啊，噔噔噔。哎，前面有存档点，还有一个大惊叹号啊，是不是有剧情啊？喂，保存一下。是的，后补要接受这种待遇吗？喂，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是要开门吗？这里吗？按圈圈。哎呦，要开门了，打开门了。就这样转出一个门，哦，有剧情嘞！哦，打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欣赏剧情了。哦，一个小时的奋战。道路消失了，道路都毁了。崖の下はどうなってんだ？伝説の通りなら迷宮だね。ルシの力を鍛える訓練場さ。グランパルスの兵器と魔物が右翼。原来这边就是锻炼我们的。国運を壊す化け物か。とどまってりゃ、ここで死骸だ。我们已经被锻炼了，我们被强制锻炼了。出口はどこだ？畜生！我以为会翻成畜生。穴からないんだろ。出口也许根本就不存在。上等だ。那只好自己打一个出口出来了。怎么了？要决定什么？死骸になっちまうとしても、その瞬間までセラに胸張れる道を選ぶ。你终于要有决心了，是不是？セラの涙は別れの涙だって認めたくなかった。だから必死でセラを探してた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丢掉了？哦，不是哦。セラはいつだってここにいたんだ。ここで俺のことを見守ってくれてた。いつそう。今ならわかる。涙の意味は使命に負けるなだ。俺らを導いてるのはファルシじゃねえ。セラやレインズ。それに本当の使命が何だっていい。俺の願いは最後まで国運を守り抜く。これしかねえ。在演讲吗？私も守るよ。其实这个我记得不是眼泪，什么时候有这么大颗的眼泪？不是从刚好掉下来的吗？史诺，欢迎回来。啊、哦，
好可爱的入侵鸟。認めねえよ。欸，怎么了？哦，牙不承认。你只是来打酱油的。貫くってなら。私もだ。哦，要 PK 了。哦。滅んでもいい。ルシを憎んでる連中が何人死のうが関係ねえ。仲間が死骸になるよりマシだ。お前らができねえっつうなら、私だけでやる。哦，要打了，要打了，要打了！力をつけて、国軍をぶっ壊してやる。ファンが？哎，怎么了？死骸になったらおしまいなんだよ。他的，哎，召唤兽要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什么？牙的召唤兽吗？哇、哦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哇、哦！那是什么？黑色的东西？哎、欸，真的要打召唤兽哎！明明是坏掉的露西。助けてくれるってんじゃねえの。ああそうさ。召喚獣はルシを救いに現れる。迷えるルシを殺して楽にしてやろうってな。召喚兽是来解救露西的。哦，冰雪这么强哦。用徒手打掉了气功炮。救いにすがる気はない。ファルシの思惑に乗る気もない。使命と最後まで戦いたい。だからファング、助けてくれないか。助けて。你愿意帮助我们吗？哦，又回来了。只能这三个人打哦。哦，还好我平常就在用这三个人。哎，平常就在用这三个人，所以还好。这个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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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看一下怎么打好不好？目前看不到啊、死亡宣告啊、不意外。攻击巴哈姆特，要怎么样累积 TP 值？一直打就对了吗？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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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死鸟。他怎么这么狠呢？哦哦哦哦哦！班尼拉被打出去了。等一下，仅承认啊，这个这句话我知道啊。先看一下，先 TP 看一下，环极蓄能。看一下 TP， 我要 TP 你啊，我要 TP 你啊，赶快给我 TP 哦。哦。TP 技能啊，窥视全新身啊，窥视你。哎哎，不要再打了。窥视，哎，我刚才不是窥视了吗？道具啊，道具道具，生命透视镜啊，所有敌人。喂，生命透视，仅承认坚固防守并忍耐的人物为主人，仅承认妨碍并弱化的人为主人，所以我就是要兼顾防守和弱化他，是不是？兼顾防守和弱化，那这个，兼顾防守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切换错误了，这个，兼顾防守，哎、欸，他们两个都死了，怎么时候死了？第一次战斗失败啊！不愧是巴哈姆特，我们要失败了。我们第哎、欸、全新生是什么？我想想看一下。等一下，目前看不到了，要死掉了。坚固防守并弱化，被抓起来了。第一次挑战失败。第一次挑战失败啊！重打没错啊，召唤兽我从来没有一次就打赢过的，所以就是要切换技能。喂，回来让我切换技能啊！这一次读取好久、哦。
喂，先切换回来。反正就是这三个人嘛，正式编辑，哎，不是战斗成员。喂，切换回来，然后要防御求胜之决心，这一个先留着。所以要坚强防御，那就这个也留着好了。医疗之神留着，然后改成魔法攻击，这个防御阻碍，斗牛士，再来一个补血，补血，哎，这个两个，再来一补血，补血防御和阻碍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这个改一下好了，改成不死鸟，不死鸟，不死鸟，这个不死鸟，哦，这个好，然后一进去就，一进去先用这个好了，一进去先用这个。今天哦，今天玩两个小时啊，每一次都是玩两个小时的。哦，好了好了，要开始了，一进去就可以开始了，召唤兽啊、嗯，切，不要看了啦，跳过，跳过。跳过，怎么这么多要跳啊？打一个巴哈姆特也不容易耶。正式，哎、欸，我切换完了，编辑正式，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哦，变到前面来了，强袭猛攻不死鸟，极面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切换编辑正式，他怎么又帮我切换呢？调好的都不行再调了，这个把它改成补血。哎、欸，然后阻碍，多用一点阻碍，然后这个也改成补血，然后这个阻碍，哎、欸，不要，就这样好了，就这样。直熬之的计谋是什么东西啊？补血补血阻碍啊、三角攻击，防御防御补血补血，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防御。防御哦，有有有有，防御攻击攻击，没有防御补血攻击吗？哦有，这个吗？这个改一下好了，防御补血攻击，防御补血，哎、欸，防御这个，抗战之战歌，好，一开始进去用这个，喂，巴哈姆特，嗯、哦。现在才九点而已啊，十点之前应该打得完。哦，守护，挑战性，来吧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有点强啊，有点强，哦，有点强，怪怪的，这个，专心防御，不，哦。哦，挡住，挡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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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补血，补血，哦，补血！当当当当当当！哎哎哎，后面的人都要死掉了！喂喂！哦哦，后面的人怎么一直被打、啊？被打爽的！班尼娜，你要自己治疗啊！喂喂喂，治疗防御，对，就是要用这一招，嗯，治疗防御，哦，治疗防御，还有什么？这个阻碍你，我应该缓慢他一下。哎、欸，空中咆哮，我错了，继续防御。这个吗？不是，到底哪一个？哦，这个不死鸟指令，钢铁防御，都亮！哎、欸，怎么打班尼拉？班尼拉是无辜的，挑衅，刚刚没挑衅是不是？指令，治疗防御。哎、欸，要撑下去啊！撑下去，撑下去，撑下去。
真的不好打哎、欸！头上对啊，头上的时间到就是 GG 了，那是死亡宣告。现在才累积一半而已。英雄的哦，他说很紧张哎。哎、欸，其他人都被揍了。哦，治疗啊，治疗防御，时间要到了，只有累积三分之二而已。现在只有累积三分之二，剩七十几秒了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。没时间了，哦，没时间了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可恶，死亡到了。这个根本就不是要练功啊，他要防御和阻碍，练什么功？他也没有打死我，是累积的 TP 值不够，累积的那个 D 什么值？啊 ，Dino 值哦，那叫什么值啊？不知道。啊，反正就是累积的值不够，可以跳过，要跳三次，这跟练功没有关系耶。召唤兽都是这样子啊，都有特殊打法。编辑正式，编辑，我现在要用防御和补血。按阻碍啊，反抗军第一个就用这个，然后阻碍补血，阻碍补血啊，第二个用这个三角攻击，不要啊，负十秒，三角攻击，好，三角攻击，毁灭极灭之战鬼，好先这样子的啦，好。然后装备，重视防御，巴哈姆特是用雷戒指有用吗？巴哈姆特用雷戒指有用吗？喂，力量完，物理损伤减轻五啊，才减轻五而已，好了，随便啦，反正攻击无效，对，完全没有要攻击了。守护挑战性，先让他中挑战，哎、欸，不要打我们的班尼哈，反抗军，这个吧，应该用这个，哦，先让他下降，雷光死掉了。不要再抓了，好啊，很强啊，哎，又飞高高了，哎，哦，两个人都死了，这一次怎么这么快就死了？我切换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次我的切换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次我的切换有问题，切换有问题啊！所以不能用阻碍、欸，只能一直挡。真的，这次切换有问题。攻击他没有累积这么多哎、欸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看了他那个第一次我们不是有看到他那个看得到他的说明吗？回对啊，至少要一个人补血，我觉得要两个人补血。哦，他打得超快的，所以不十秒一定要嘛。三角攻击，改一下三角攻击好了，改成这个，然后补血，反抗军，然后 A， 这个要回前卫先驱，这样有用吗？好了，先这样看看，先这样试试啊。要不要弄一个那个啊？
弄一个全部都在补血的，全部补血的，全部都要补血啊！大家都在补，虽然好像没有什么用。喂，好了，走了，走走走走走。有啊，我有吸引仇恨，可是一进去还来不及，一进去我就按啦、啊。你看，挑战性就是吸引仇恨。可是他一开始，就全体攻击了，就全体攻击了，有没有？哎，然后赶快不死鸟，不死鸟补血补血补血，快补啊，快补！被打高高不能补血啊！疗伤疗伤疗伤！指令啊，治疗防御！挡下来了，挡下来了！这样有用吗？他不攻击我，所以改成这个反抗军。指令，钢铁防御，巴哈姆特，他在打班尼啦，竟然在打班尼啦，太邪恶了，为什么会打班尼啦呢？我刚刚不是有用挑战性？不，沉重打击，班尼拉死掉了，莫名其妙，真的是莫名其妙哎，真的。防御防御，莫名其妙啊，莫名其妙的沉重打击，一半了一半了，班尼拉又剩14滴了，喂，不，我现在是不死鸟哎，不死鸟还是会死啊，只有牙没有死而已。空中又咆哮了，他还有多少啊？道具，不死鸟的滋味。守护，治疗防御，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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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身上只剩300秒了，300秒，剩300秒了，来不及了，剩200秒了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赶快赶快赶快，剩100秒了，有什么方法吗？剩100秒了，赶快去打他们！赶快，剩100秒，剩60秒了。还有吗？有机会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就差这么一点点了。差这么一点点，太邪恶了。我不甘心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再多个30秒，我就有机会了，差一点点啊，再多个30秒，太可惜了，再来，差个30秒，真的，最后差几秒而已。攻击、防御、补血都要，可是他那个有时候阵势太恐怖了，所以他继续防御嘛，然后用这个攻击先驱，就是最后的拼搏，用这一招是不是？然后这个要阻碍你，阻碍，然后要补血，这个反抗军和三角攻击要吗？先留着好了，不死鸟。不死鸟也留着，我好像比较常用不死鸟，对不对？一开始进去先这个好了，反抗军，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我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可以，冲啊冲冲冲冲冲冲冲，好，这样子，
有机会吗？这样应该有机会。希望啊。可以哦，往前冲，好。哇、哦，守护！挑战性，哇、哦哦，又抓板你啦！哦，老是打我的补血机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如愿的打我的补血机。哇、哦，在防御了，在防御了。哎，雷光要死了！雷光，你怎么那么快就要死了？反抗军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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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哎、欸！雷光让你如愿以偿的死了，太邪恶了！复活了，班尼拉复活雷光，没有用，还是会死，这次的 TP 怎么累积这么慢呢、啊？哇、哦，多累积一点 TP 啊！雷光又死了。雷光，你怎么又死了？不死鸟之尾，赶快复活了！不要站在那了。指令，钢铁防御。回哦，钢铁防御，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有挡到。好痛苦哦！什么奶呀？空中咆哮，不行了，又不行了。三角攻击看看，看看三角攻击有没有比较强。哎呀，打他也会累积啊，可是累积也不多，不死鸟。道具，不死鸟之尾，赶快，赶快站起来，守护，守护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，真的！反抗军，我现在要反抗军你们！已经无视了，无视打击了，反正再打下去也会死。九滴，剩九滴啊！一滴啊，雷光一滴啊，一滴雷光。剩200了，有没有希望？没什么希望的感觉。亚美奈哟，赶快赶快，牙牙牙，先治疗牙，没错。啊，跟你拼了！我剩100多秒了，没希望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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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赶快冲出去！30几秒了。失败了，失败了，又失败了。到底要怎么样啦？他真的很邪恶呢。他真的很邪恶呢。对呀、啊，召唤兽现在就只会虐待我们，加入我们之后就不会去虐待别人。真的是哦。想不到要把它收服，收服神奇宝贝这么难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哦，真的是哦，正式啦，哦，气准了啦，来这个，气准了啦，一进去，啊，一进去先跟你拼了啦，一进去先拼搏了。喂，这个抗战这个好吗？这样子，先这样子，一进去啊，一进去要跟你拼了，把雷光改成那个攻击啊，班尼拉冲出去攻击，不行，我在想什么？好了，三角攻击，一开始先三角攻击你啦，真是的，哦，这里不能用召唤兽。